我们是13年宴请我们的环卫工人吃团圆饭。今天的话有5个不同地方，我们宴请了有长沙好人100人，他们也会参与我们此次的活动，也会跟这些长沙好人共同设一块我们的金字招牌，把这个爱的传递共同去传递到我们的大江南北。感谢这个小老板，这个老板年龄我们吃团圆饭吃了10多年了，我们非常感激他。